为什么全世界各国的电话号码都是8到12位数之间呢？这是巧合吗？这其实源自于1956年美国心理学家 G. Miller 一篇关于短期记忆的论文。他认为人类的短期记忆容量就是7上下两个单位，记忆时间大概在30秒之内。电话位数的设计考量了我们大脑的特性，确保我们可以顺利拨出。除了电话号码之外，你看到的每一个物品都是为了让人类更有效使用而设计的，这就是人因工程。这也是为什么杯子长这样，门把长这样，滑鼠长这样。听起来人因工程好像没什么，对吧？但如果医疗器材，例如手术房的电烧刀、脚踏板，没考虑到这一点，只要手术中一个踩错，那可就……想知道更多看似理所当然，但背后人命关天的设计吗？到公研院的频道了解更多吧。